七十一啊，二一五爱你啊，干爹我爱你啊，欧啦欧啦欧啦 ，K。那就刷到一张了嘛。哎，好像没过，还没有过过哎、欸，哎对，哎我真的没过过哎、欸。那你睡得还蛮熟的、欸，没关系，就是这场了，36分。36分啊！这次挑战25分钟之内把它 KO。怎么越来越快，越来越快 ，GG 的越来越快，有没有？等一下，要快应该是这样吧。魔力龟，可雷，开！按住不要手消啊！这时候在手消应该还好。威力差很多啊！应该是不会死吧？对啊 ，OK， 算过了是有差的。炸！那个叠珠看到没有？15的，嗯，对，我才不管呢，15就15啊，怎样？过来，没有过去哦。哇，一次比一次还快 GG， 不，一次比一次还快通关。算的刚刚好，万一是指压会不会比较稳？不是指压的问题、欸，你不觉得刚刚是我自己配技的问题吗？倒数第二关不能亮开啦，亮开会 GG 啊。因为我的龙哥是转型龙哥，所以不能亮开啊。走吧你，炸！嗯，锁心啊，是不是？来，我把你一心啊，全部都把它转掉，没了吧，这样可以了吧？哈，克雷，龙哥都把你整下来了哈，再看，看我刚刚应该是没按下来了，我刚刚应该没有按下来的那个动作。OK 啦齁，一波带走。OK 啦齁，哦，整片都是光，就一次把它转光光哎。一康哦，记得哦，光珠要转一康哦。嗯，位置没有很漂亮。
真的没有很漂亮。过来，哎呀，是有过去，可是有点失败，又是整片的啊，好漂亮漂亮，现在这个 OK， 现在这个 OK， 可是你那个技术要好一点，就是转珠的技术这边要好一点，对对对，这样扣啊，又多转了一颗光珠，我靠，北边走啊，你还给我转横的哦，你真是厉害你哈，不让我切的意思就对了。速度哈，直接一扛把他带走。开啊，白猪哈，再多转一点菜要出来。哎，我这还没来，还没跳着。我又笑到了，你妈个熊嘞！我靠，我真正吐血啊！我真正吐血啊！我真是吐血了我。又消到了，哇！看我的烽火头快烧起来了，真的，我烽火头快烧起来了，红尾桃被剁开了。我真的是被你气死，我真的是被你气死。你要做节目效果不是这样做的，平民百姓已经够了，够了。够了，观众已经看够了。他们要的是你通关啦、啊！啊啊，不是啊，像老马，他妈，他妈的马在哪边啊？又来了，又来了！大大一砍给他削掉，大大一砍给他削掉。再来，转一下哦，终于啊，终于肯给了啊。对了，就是这个啦，就是这个啦。为什么你不开路西法？我想开这个不行啊，奇怪了呢。我想开这个不行哟啊，喂嘞，啊，刚开过了，靠北边走啊，该亏了啊。我不需要牌珠，这回我不需要牌珠，我不需要牌珠，我不需要牌珠。我不需要那一排的猪哦，平民百姓有点语无伦次了哦，啊，唔知咧讲啥哦。我不需要排猪，我不需要排猪，上一栋，谢谢，再一波哈。我刚怎么转的？我不需要排猪，我不需要排猪。这样吧，对，刚刚是这样嘛哈。我不需要牌珠，哦 ，get 到车本到啦，他妈受气你！我总觉得这场超过25分钟了。因为我刚好像有点小失误，对不对？还玩什么 ？OK OK， 快快啊！露娜露娜，起码单立啊！露娜露娜，露娜 ，Are you OK？ 露娜。
波送走他。哦，手软七啊，但是不是很及格的一个七，我自己觉得，我自己觉得不太及格。再来一次。这个七就比较及格，因为它消比较多，差一丢丢，没关系。太阳，你可以再来一波。太阳不要乱开啊！我刚刚就把太阳给开掉了，当场哭出来，真的。走，好，刚刚啊，三之一哦，其实还好啊，三之一，我是六之一，那个地方要注意一下。感觉这个有冰冻起来了呢。这把万福石把我冰冻起来，你这无更加无良心的无紧啊！哎，那光珠啊，哎，你这样越来越多，你就在死啊！你跟我讲，炸！这有没有？没有。过来，因为你用最强攻击力同时打两个的，右边会剩下六成的血量啊！你这样想就好了。这个猜不到什么猪，所以就算了。又给我冰到那个，他现在怎样？看我可能快要过了，是不是？一直冰我的丢啊！啊，你这样一直冰就对了，这冰问号扶持的丢啊哟！你又更加喊也无要紧哈，啊，再夸张一点没关系啊，不知道 会太大力了，应该是不会了。啊靠，别又冰了一颗，又冰该还有残血、啊。啊，我单体攻击有这么帅，我喜欢。呜、哦，我喜欢就这样单体的攻击。呜、哦，我喜欢就这样赖在你身旁。呜、哦，我喜欢。哎，没笑到。过来。哎，一整个就是失误的概念的。哎，不是那一颗，那个不行。再刷啊！那当然再刷啦，早就过了、啊，过几次？零次啊！这我的次元跟你们比较不一样，我是过零次元的，有没有？哎呀，刚才一开始都做节目效果了，我们这场才是比较正常的打了。我们在测速，测时间，测时间。对对对对对，哎，没有人相信是吧？啊，我自己都不信哎、欸，怎么可能这时候还在刷？靠 calling 啊，我都不爱信啊，炸！还在排，多一个好了，来再来一个啊！没有没有，魔队总是比较久，在老马看这队好久啊！你刚没看到精彩画面，你错过了。嗯，不相信你可以问看他们，真的。我玩什么这么久以来，好像没有失误成这样过，应该是没有这样过，就是同样一个阵型阵容啊，同样一个阵容很少这样连续失误的。哎、欸，重点是明天还有事哦。啊，没有待机被走了，赶紧叫逃停啊！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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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又来哦！你是娜娜老人健忘症是吧？可以开太好吧？哎、欸，不对，
不能开太好，不能开太好。我他妈刚刚就是这样死掉了。不要急，不要急。你可以 delay 一点时间，没关系，嘿。但你千万不能把太药开掉。刚刚就把太药开掉，我就哭哭了，真的。结果硬要救哦，结果还是没救到。哦，谢谢 M O L I T A， 谢谢你的追随啊、哦，谢谢你的肯定哈、哦。啊，你是说你知道吗？很好笑，你说想下次再看一次，对不对？可以看一下通关的了，通关过程，老马看可以两次应该就好了，太多次对，我怕你会睡不着。嗯，七大死因哦，我想到七大死因，我的头就痛了。我想想看哦，这先炸啊，对吧？炸板直接带走就没有。可以直接带走吗？应该是可以、欸。我想一下、喔，啊，真的给我全部按过去了，算了算了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就这样吧。大声推一波哈！好，既然要推一波，我们来摔一波好了。待会可能会拖一点时间，因为我这边我要打算用叠珠谱来跟他玩。看一下哈、哦，有这个谱。哎呦，还蛮久，我们用掉。你妈的，有点难嘞、欸，靠北啊！干，我发现用叠珠谱这样风险太大了，抗魔术是。多一点点而已，可是一失误就完全不会动哎、啊！算了算了算了，不要叠祝福，我会哭哭啊，我会哭哭啊，真的，我等一下会哭给你看，真的会哭啊，我会哭啊，我真的没有哭啊，对不对？安尼是唔卡特懂，安尼是唔卡特懂，这样是真的是比较稳妥了，真的啦，这样有八康波了，我不用一定要九康啊，对啊，是差一点点，这一波就送走他啦。对、啊，这波就送走他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无所谓了，无所谓了。龙哥脉动该亏了呀，掉不掉？然后整片都是星。对了，刚刚开机开错了，真的。你应该要确定一波带走，就算没带走，你下一波再给他弄，因为他那个会回复啊。他那个回复上一栋啊，我刚回复上一栋，我整个星珠全部都没了。马好马满，波浪符，波浪符，波浪符，经营继续马。谢谢你，小姐。我一听到点点点点点点，就把按的给他按下去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谢谢小姐干爹。哦，真的是马好马满，对对，不、马经营继续马。刚点点点点点点，我手抖了一下，你知道吗？有没有？干爹一抖，那个手一弄下去，就过了啊！看到没有这一关，掉不掉？掉起要、看，真的是啊！谢谢我们，真的是很谢谢这些干爹，真的，我操！我操，他那个还真可怕的多哎，真的。啊！我操，干爹真的太强了！他先弄上去，我差点又马了一次，你知道吧？太可怕了！干，这威力果然不同凡响。给死呀！这张地狱卡要刷。如果你光的成员不够多就刷，光的成员不够多。
啊，够的话 就不用了，倍攻的了，两倍 CD， 你就看两倍攻的，哎、欸、啊 CD 八的这样，我又忘记把路西法关掉了啦。一样、啊、速度啊，各位，速度啊，刚刚说过了哈。这都轻轻的，轻轻的，轻轻的一个吻，也会代表我的心；深深的一个吻，也会代表我的心。通关跟老马真的很让我两难，波浪符。真的，真的，谢谢 PPY 1494 12054，真的，我懂的，我懂那种感觉，真的。又想看通关，又想看老马的那种感觉，这是这很矛盾的、啊。有些时候，对啊，感谢你，真的啊，记得留私信给我，方便拉你进干爹群里面。好炸！哎、欸，一波一波，哎、欸，魔力龟亏了哈，玄冥灵量啊，亏点哈，这点哈，亏点哈，要不要上一栋？当然是不要上一栋了，上一栋威力太大，我刚看了一下，差点把他脸打歪掉，我的脸都歪了。我的脸都歪了啊！刚打一波，我脸真的歪掉了。我刚吓到那攻击力刚好剩一半，算的刚刚好啊。哦，这样就刚刚好了，哎，没有。手转八 combo， 三分之一再多一点点，啊，这样就接近一半了，因为 combo 数够多了。然后三分之一再多一点点，对吗？这一波刚刚好啊。好，接着我刚才收手了，我来，我还没一波气啊，还没一波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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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对，我算过血量，要到一半再那一波啊，一半再那一波，这已经玩到啊，可以算血量算到这么准了，哎，不容易，等我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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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没有没有，我刚没有开龙哥，这一次超小心的，真的。这次超级小心的八回合，一下就撸过去了哈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啊！哦，有骷髅帮出来了呀！我看骷髅帮出来，我看一半的血量差不多就是危险状态了。这时候太奥，哎、欸，你知道为什么我不选撸？我不选那个？哎、欸，那只是什么处女啊？哎、欸，会哭哭啊！会哭哭啊！切开哦，这还要故意切的，不容易，因为怕断心啊。你看他还跟那种断那么多颗，五回合而已哦，现在只有五回合哦。这个要削我宁可削五颗哦，应该是不会断心啦，我想应该是不会了，应该是不会吧？啊，然后那个攻击力跟血量抓的刚刚，我说过45%， OK 的，妥妥的。两回合再撑一下，再撑一下，平板心你可以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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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可以的。哎，可以的哈，故意做三颗哦，我故意做三颗的。哎，因为我怕天空连两颗都不掉给我，你看，才刚话才说毕，天空只掉两颗，只掉两个 ，only two 啊 ，only two 啊，也不要我的戏啊，在啊，糟糕，吓我一跳，刚刚好啊，各位一波气给它撸过去啊，起床了各位。啊，那这42%差不多了，现在49%左右，因为我怕断心了、啊。啊，什么？你再帮我一波七，乱一波，来撸过去，撸过去，起床了，各位起床了，啊，一波七了，啊，快点，来，这个卡细里，茫起唔掉，哦，保唔掉哈，撸呐哈，记得哈，来哦，这个要按，要多按几次。断几次、哦、把那个排出剑弄掉啊、哦，两倍啊、哦！我看到那一波了，这次没问题了吧？啊，没问题了吧？看好了啊，各位啦，这次不会让你们失望。我说这个新珠为什么摆得那么远呢、啊？我可以问一下吗？上来没关系，我无所谓了，
五 combo 我也 OK 啦，六 combo 我也 OK 啦，来。七十一啊，二一五爱你啊，干爹我爱你啊，欧啦欧啦欧啦 ，K 哦，哇你妈妈个熊哎，搞了我那么多啊，你以为你后面有啦鸣人那一颗就很厉害吗？啊，哦，偷偷还要路西法来关掉吗？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左下角按个订阅，右下角按个喜欢，记得分享给你的好朋友，订阅旁边有个铃铛，按下去随时可以收到我最新的消息。我是平民百姓，欧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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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欧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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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K 哦。